如何抓住机遇。本节目由国台打造中国新名酒冠名播出，让我们共同关注今天的话题。大家好，今天能够和我们几位贵州的同事一起来讨论品牌的问题，我感到很高兴。因为大家知道，无论是一个产品也好，一个服务也好，如果它具有品牌，实际上就是它标志着有最高质量。那么当然要把那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打造成品牌的话，需要我们做出很多的努力。也就是说，一个品牌的成长是需要一定的外部环境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对话就是大家来讨论一下，怎么样把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打造成真正的品牌。在这个方面对我们的贵州经济非常重要，所以今天提出来是品牌强省。品牌和强省实际上是一个同板的两个方面，一个省如果它的品牌越多，它就会成为一个强省，反过来一个省它是一个强省，它就会推动更多的产品和服务成为品牌，这方面我觉得我们贵州已经做出了很多的探索，对这个品牌强省的问题做出一些思考。谢谢。说到品牌，我会想到是高质量的优质产品，我还会想到老字号。老字号呢，是在我们商业进程当中去孕育的金字招牌。所以在此啊，我们想请马雷厅长给我们介绍一下。非常感谢龙部长一直在关心我们对于这个老字号这样的商业品牌的培育。那么双循环里面，这个内循环，这个促进和扩大消费，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而具体落实下来，却会落实到这个企业主体、商家和流通端。那么这里面怎么样把流通端的质量提高起来？因为总书记也反复在说，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愿望，这个和我们这个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非常突出。所以解决这个矛盾，关键就在于我们给老百姓提供了什么样的消费品。什么是老字号啊？你的历史悠久不悠久？首先是老字，所以商务部确定的老字号是50年。那么第二个呢，是你的文化要独特，同时还有就是你的这个产品质量、设计、服务、营销和社会的认可度。所以他从7个维度啊来确定了老字号这样一个这个作为终端消费品的重要的品牌的控制。最终那要经得起社会的检验，同时要经过严格的选择才能入围。所以大家刚刚看到只有1000家多一点，我们只有9家，也就是说不到1%，和我们的经济占比是不成比例的。但是中华老字号第一品牌又是咱们贵州的。那这个中华老字号第一品牌茅台，全总共老字号的总共产值是10000多亿，那么茅台就占了10%。所以虽然说我们这个是小省小品牌，但是呢我们有特点和特色。因此呢这也让我们感觉到，一方面我们老字号这样一个高标准的要求里面我们贵州差距大，另外一方面我们就得看到机会机遇，所以我们就提出了这个老字号新贵品新时尚。那我们升级换代就提出了新的贵品，但是它的年龄不一定那么长，因为老字号要求50年，但达不到50年，我们要怎么样推陈出新？尤其是近10年来我们贵州通过各种各样包括农村产业的这样一个发展，包括贵州黄金10年，我们创造了很多的新品牌。所以我们认为这个丰富和完善的老字号的体系贵品，同时我们还强调了一个新时尚，就是你最终要用起来，要发挥作用发挥效益。所以我们形成了这样一个理念，就是我们不是纯粹追求一个名号和名头，但是我们的贵品你只要质量更高，就能够带来更高的价值，让大家接受贵州产品，接受贵州商品，接受贵州高标准的商品，让大家
能够看到贵州的独特魅力和贵州的工匠精神。这个在打造品牌的过程当中，我们强调这个老字号的作用，这是因为我们在打造品牌的过程中，先要找到一个突破口。那么这个突破口，我认为就是老字号。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老字号老字号在我们贵州就那么几家，我还是觉得要强调打造新的品牌按照新的时尚打造更高水平的品牌。打造企业文化，解读品牌密码。我们提出军品文化，它的核心价值观从道遵从到位务本，对我们打造品牌有很好的启示。它的核心叫做还是人，为这个企业的发展去努力的员工，保护地理标志，培育优质产品。因为我们贵州的话地理环境很特殊，可能产生很多独特的产品。以地理标志为契机，这个时代马上就会开始扩大市场准入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势。论道品牌强省，开创新未来，精彩仍将继续。喜酒是贵州品牌的优秀代表，是一家有着上百年历史的白酒品牌，今年上半年实现销售额116亿元，同比增长13%，成为中国白酒行业稳健增长的代表企业。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有幸请到了喜酒集团的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德勤先生。我们喜酒的品牌密码是什么呢？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觉得可能有三个方面吧，相对重要一些。一个，不管任何企业还是品牌，我觉得它的核心叫做还是人。喜酒有一支能够吃苦耐劳，能够为这个品牌的文化，为这个企业的发展去努力的员工，这是我觉得的第一要素。第二呢，刚才这个我们马厅长说到老字号的时候，其实大家想过没有，这些老字号能够几百年几十年都延续下来，能够存在，老字号必须有一个功能，就是创新。它在整个成长的过程中不停的创新，不停的适应新的环境，不停的去适应新的消费者的新的消费需求，这个品牌才能够生长下来。所以我觉得喜酒的第二个特点也是它有相应的创新能力，根据整个时代的需要，消费者的需要，不停的调整自身去适应社会的消费。第三一个方面呢，就是文化。一个品牌要成为品牌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相对要坚守的就是企业的文化。所以喜酒这个什么呀，我们提出军品文化，它的核心价值观从道遵从到位务本，实实在在去做事，包括我们对本的要求，员工对家庭对父母这些要求都是喜酒特有的。经商尊重商道，尊重我们的消费者，爱人，这份仁者爱人之心，你比如知敬畏，知道我们做企业要做什么事情，包括对法律的敬畏，对消费者的敬畏，懂感恩，感恩我们的前辈，感恩关心喜酒的人，感恩我们的消费者。那我们做事尽量谦卑谦让，怀怜悯，我们帮助了上万名的大山里边孩子去读大学，我们现在也做了一个喜酒物老安康，对大山里边的老年人，有些孤苦的老人给予帮助。这些行动凝聚起来形成喜酒自身的一些文化，然后文化这个根让这个企业和品牌长得更加枝叶繁茂。刚才这个张董事长讲了喜酒的成为一个品牌的三个密码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创新的问题因为不管是老字号也好，或者是新的这个产品也好，服务也好，关键的一条就是要创新，特别是要
以开放的思维、国际的视野来进行创新，这样呢才使得我们的老字号永远具有一种与时俱进的活力啊，这对我们打造品牌啊有很好的启示。贵州地理标志的研究起步比较早，目前拥有地理标志产品417个，总量居于全国前列。那么贵州为什么涌现出如此众多的优质产品？它们总体又有哪些鲜明的特点呢？贵州有这么多产品，实际上是两个原因吧，一个是人文因素，第二个就是环境因素。那么人文因素呢，主要是考察 你的那个背后的那个产品背后的故事。环境呢，主要考察你这个产品的品质以及品质的特点。我们贵州，我们说低纬度、高海拔、寡日照，使我们贵州的那个产品，那个干物质含量比较丰富，它的特点比较鲜明。那么贵州的产品，在全国有几类？在全国有一席之地。那么第一类呢，肯定是以茅台酒、喜酒为代表的酱香型白酒，这是肯定的。第二类呢是我们的茶叶，第三类呢是我们的中药材，第四类呢是我们以那个荞麦、杏仁的薏仁米、马铃薯为代表的小杂粮。就这四类呢在全国是有一席之地的。那么其他的比如说特色食品啊、精品水果啊，那么单品类辣椒啊，在全国也很有影响。它都共同的体现就是品质。比如说茶叶，茶叶的国家标准，那个它最显著的就是有两个指标吧，一个是沁出物，第二个是茶多酚氨基酸。就以那个水沁出物，就是说我们这个茶叶能够喝到多少，你不是要经过那个冲泡嘛，你喝了多少。那么国家标准是34，在北京评只要你达到36就是一级茶了。那贵州的茶叶我们自己定的标准，那是38才达到合格，那就是超过一级茶的标准。然后贵州大量的茶叶检测的实际数据是超过40，这我讲的这个是绿茶啊，只要你绿茶好，那你整个茶叶就好。刚才你主任讲到关于这个地理标识的问题，我们在90年代末啊，进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时候，我们碰到了很多的问题。大家知道最后和我们结束谈判的是墨西哥，当时最难谈的一个问题就是要保护墨西哥的几个特殊的地理标识的产品，特别是它的酒。因为这个所谓地理标识的话，它就说是它有一种特殊的环境、特殊的地理位置、特殊的这样一个生产环境所生产的出来的产品是不可替代的。所以这个地理标识保护的问题有两层意思，一个就是要保护知识产权，既然我们这个是一个不可替代的这样一个特殊的产品，在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得到了国际的认可第二条就是你一旦世界上都承认它的地理标识产品，它可以在扩大市场、扩大市场准入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势。所以我们和中欧签订这个地理标识的这个协议具有很大的意义，就是一个是让国际上保护我们的某些特殊的产品的知识产权，第二国际上承诺你们这些产品可以更大程度上的进入到我们的市场。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地理标识的问题今天在我们讨论品牌强省的时候呢，把它作为一个话题，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贵州的话，地理环境很特殊，可能产生很多独特的产品，而这些独特的产品是不可复制的，是其他地方不会有的，这就成为地理标识的一个最大最重要的基础。发展特色产业，提升品牌附加值。精品会这里边出去的都是贵州的实实在在的农特产品，一定要充分调动
贵州的这样一些特殊农产品的这个高附加值的品牌。贵州在价值农业这个时代就是我们的未来，打造服务品牌，增进百姓福祉。当然要研究产品的品牌，要研究服务业品牌，整体的社会服务业上升以后，去整体提升贵州的消费水平，老百姓是不是得到了好处，这个是最核心的问题。论道品牌强省，开创新未来，精彩仍将继续。贵州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条件与丰富的历史人文底蕴，酒、茶、道地药材、果蔬、畜禽产品、小杂粮、传统特色食品及手工艺品等特色产品资源丰富，及产品量大质优，尤其是山地特色农产品生产条件优越，市场潜力广阔。贵州省以地理标志标准化培育区域品牌，被国家知识产权局作为强省建设试点经验与典型案例在全国推广，如何将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打造成为优质的品牌。欢迎回来，本节目由国台打造中国新名酒冠名播出，让我们继续关注今天的话题。我觉得在那个以地理标志为契机，贵州那个品牌，尤其是农业产品的品牌，这个时代马上就会开始。我们说那个农业发展分那个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我们说绿色，那个是化学农业，追求生产力，追求高投入，你的化肥投入多少等等。那么第二个时代呢，是绿色农业时代，它追求安全。从追求绿色那个农业时代呢，贵州就慢慢的优势就体现出来。第三个时代就是现在，功能农业时代。功能农业时代它强调的就是你的产品，我们说什么叫功能，我喝那个茶叶您喝到多少，这个茶叶能够泡出多少，我们强调它的清除污，这个水果你吃到多少，它的可溶性固形污，它跟我们身体的有多少那个营养指标，跟我们这个生命的元素有关联的有哪些东西，功能农业。那么在这方面呢，贵州我非常有信心，就是我们的资源在全国一定是处在前列的。贵州现在整体来说，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绿色农业向那个功能农业转变，功能农业就回归到它的那个价值，这个好东西的内涵实际上就是说是那它讲的是四个字，品质安全。这个品质是就是不是说那个好简单的那个一般意义上的好吃，它讲的是跟我们人体营养指标相关联的这种。所以我讲贵州在价值农业这个时代就是我们的未来。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喜酒创办了菌品会，张董事长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是的，正如刚才我们李老师讲，贵州的农特产品因为日照海拔纬度的原因质量都非常好，但是它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很难形成规模，因为贵州的山势力不同天，它产出来的结果这是不一样。这些农特产品第一个稀少，第二个它成本很高，这两个就注定我们很多品牌做起来的时候做到了的时候又无法形成规模的效应形成起来。那我们菌品会是解决一个问题，我们设立一个平台，我告诉你我这个超市里面的东西都是好东西，告诉人菌品会这里边出去的都是贵州的世世代代的农特产品，都是我们的父老乡亲按照传统的和本地域的特色生产出来的，质量一定很好，但价格都会比较高。比如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启动的前辈麻羊，我们在菌品会里面出来可能就是300块钱一斤，然后包括我们也会把贵州的很多农特产品，包括我们的黑香猪啊，包括我们的冬笋啊，包括我们的什么贵州的腊肉啊，包括我们贵州很多这种具有特色
量又比较少的放到这个平台上来。刚才董事长讲的这个军品会实际上就是打造一个平台，一个利用现代的技术和大数据技术，把这个高附加值的这样一些农产品送到那些特定的消费者群体当中去。比如说我喜欢贵州的这个那种稻米，那个米的话，我昨天听张董事讲的话，可以卖到100块钱一斤，这就形成了小众品牌。由于我们贵州的地理位置、地形面貌千差万别，所以很可能形成一些小众的高端农产品的这样一些品牌。我觉得我们可以通过像张董事长他们这个军品会这样一些平台，把这些山沟子里面的这样一些高品质的高附加值的产品，把它卖到全国的中高收入群体当中的那些特定的消费者当中，这样的话就会打造一大批产量很低但是非常独特不可替代的这样一些农产品。我觉得这样的话对于贵州的这个品牌建设的话，对于富民来讲的话是很有意义的。我们打造品牌和最核心的一东西还是像刚才马厅长讲的民生的问题，老百姓是不是得到了好处，这个是最核心的问题。这一点的话我觉得要一定要充分调动贵州的这样一些特殊农产品的这个高附加值的品牌，这个是一条路子。另外的话我们还是要打造一些服务品牌，比如说可以要第一打造景点品牌，比如说黄果树景点服务品牌，比如说民宿现在发展很快，但是要打造民宿的精品，比如说你商务厅每年发布一个贵州民宿100品牌，这个品牌系列是可以不断的调整的。人家在选择民宿的时候一下子首先要查一下那些民宿品牌。另外就是美食，贵州的东西好吃啊，打造几十个贵州美食品牌，这样的话就使得我们的这个贵州的旅游啊会上一个新的高层。我们有一批景点品牌，有一批民宿品牌，有一批美食品牌，这样把它也汇集起来以后，贵州的这个旅游就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品牌旅游了。这个的话我觉得是我们贵州一个非常打造品牌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接着刚才部长那个话题说，这个我们是向内提高我的服务水平，那么走出去把贵州服务贵州商品输出，这里面其实也是要更高的质量的发展。所以呢我们提出了要让贵品出山出海，说又需要建立一个体系，首先要明确什么是贵品，选品体系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按什么标准选品，选了品供应端解决以后市场端的情况怎么样，所以我们就考虑一个就是整个体系的建立，一个是上游比照老字号这个标准，但是我们用贵字号来代替了老字号。第二个我们贵品选品机制要有一个非常好的选品机制。第三个市场反应怎么样，所以我们建立贵会馆，在全国的主要大城市都现在北京的开了，广东的对口城市全部开了贵会馆，那么就是按照一个前方对信息的收集和精品的汇萃。最后一个就是店铺，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号品馆店，什么店呢，包括刚才德勤说的这个军品会也是一种店的形式。不知道您去六盘水吃了罗锅没有，罗锅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贵州带动我们商品走出去的。我们做了一个测算，宁波一个市现在有近500家贵州的罗锅店，它的罗锅它有传说，它有文化传统，而且它用了我的器皿，包括我的那个瓦罐，包括我的拌料，同时呢它带动非得要有贵重食材才行了。只要开到120平方的罗锅店就很经济，大概6个月时间能够回本，一年的产值一个店大概有100万，平均来说
那我们在全国开一万家萝卜店，部长啊，就是100亿的产值，100亿的产值至少能够带动贵州20亿到30亿的农产品吧，同时还能带动我们10000家店，每个店3个人吧，最少30000人的就业，解决了就业。所以我们就想呢，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体系，这个耗品管店这样的钱货从出山到出海，按照一个标准化的运行的体系。好，谢谢马厅长。我觉得案例是永远是大家最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我就在想啊，刚才龙部长呢提到了贵州的稻米，那先请李主任来说一说，首先它是不是我们具有地理标志的选品的单品？实际上这个故事应该在贵州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已经做了那个地理标志的还是比较多的。那么贵州的那个贡米呢，我那个专门统计个这个文献，就是说应该是有16个贡米可以直接称为贡米的，有那个榕江的席尼贡米，惠水的黑糯米它是贡米，还有那个铜仁的那个白水贡米，国家湾贡米，遵义的那个白狗贡米，西丰的西山贡米，还有平坝大米，它以前不叫平坝大米，它当时叫贡黄米。一个好的大米的形成啊，它需要是几个条件，第一个是你的那个土壤，还是那个土质嘛，第二个就是你的水源，第三个就是你的那个种子资源品种嘛。你比如说那个毛贡米，遵义的毛贡米最贵的一款目前是卖的88，还有平坝大米里面它的卖的号称它最好的大米也是卖120，就是说按照这个标准，我看那个只要把我们的内在价值那个真正展现，那么龙部长提的这个关心的这个问题一定会实现。下一个问题就抛给我们张董事长，如果这个大米到了您的军品会，我们怎么让它提高附加值，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到消费品到消费者的餐桌上呢？贵州出的产品叫贵品，贵品里面有2个含义，第一，它的质量绝对保证，第二，它必须贵，贵州的产品必须贵。为什么我说必须贵？我今天我刚才给大家讲，我给我这个什么消费者系这个前辈的马养的羊肉是300块钱一斤，这300块钱我要解决的问题是，制作羊肉的你必须严格按照原来的传统方式给我做，师傅你给他的工资应该要比普通的师傅的工资要高，他在你这里做做他才能够稳定。农村买羊的时候，每一户我要求他们放羊不能超过20只，你不能拿很多东西助长进来催肥，你一定要让你的上游过继有钱赚，让他认认真真去做。还有不能急，其实你只要是好产品，人家有口碑宣传，你比如我们龙老师吃了他觉得很好，龙老师一讲起他慢慢慢慢带出来，不要那么急功近利，但是一定要把基础工作做在前面。中欧标准互认，做强贵州品牌，这个互认里面就涉及到区域品牌建设各方面的这利益的那个争取，让国际上保护我们的某些特殊的产品的知识产权，我们就挤进了15个，代表贵州的产品，加强对外贸易，注入发展动力，开放龙头生，那么外贸是我们的关键，出台一些好的政策，营造好的环境，能够实现一个物流这样一个核心的突破。论道品牌强省，开创新未来，精彩仍将继续。2021年3月1日，中欧地理标志协定正式生效，历经8年22轮正式谈判，是中国对外商签的第一个全面的高水平的地理标志协定，为中俄经贸关系注入新动力，并惠及双方企业和消费者。协定共纳入双方各275个地理标志产品，其中贵州有15个地理标志产品列入中欧地理标志保护与合作协定。新国防2号文件赋予贵州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的战略定位，如何把握机遇，
助力贵州品牌出海，做大做强贵州品牌。当时我们李主任也是组委会的成员之一，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中国地理标志夫人呢，也是确实是贵州赶上这个时代浪潮的一个缩影。随着那个欧盟中国双方的这种，一开始应该说我们中国很希望通过这种赴任扩大这个那个贸易，因为欧盟的那个门槛，尤其是食品安全的门槛是非常高的。后来由于种种的原因，欧盟也非急性也调度起来的时候，后来贵州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挤进了15个代表贵州的产品。应该说这个赴任里面就涉及到区域品牌建设各方面的这利益的那个争取嘛，所以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漫长，这个而且经过了艰难29轮的那个前前后后的这种谈判，非常不容易。新国发号文件提出支持贵州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的战略规划，马厅长呢也是组委会的执行主任。那您认为咱们的贵字号该如何抓住这一机遇呢？新国发二号文件呢，这个提出了我们要内陆开放经济试验区梯档升级，这个也就是一高地，这一高地呢就是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要求我们用好两个市场和国际国内市场，更好的体制机制创新。这里面呢，这个省委这个认为啊，还是要抓一个龙头，开放龙头什么，那么外贸是我们的关键。这里面呢，我们现在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啊，物流是一个关键。今年5月期间呢，我亲自做了一个调研，过去我们认为外贸靠铁路运输那是最好的，其次是航空，但是我进行了亲自的调研以后啊，给部长汇报，我们的外贸的出路恰恰在公路运输、卡车运输。我自己亲自坐我们运轮胎的大卡车，连根夜跑了20个小时，跑到东莞，在大卡车上我们过了一宿，一个海运集装箱运到船上花多少钱呢？6200块钱。6200是什么概念呢？如果你的货是30万的货的话，那你只相当于你的5%。那么如果你的货是50万的货的话，那你还就是3%不左右。下一步我们还可以大幅度来降低物流成本，为什么呢？我们可以靠电动车，又省油了。我们可以给它更好的这个公路运费的这样一个折扣，包括油费的折扣。所以下一步我们可以降到6000以内，这样能够实现一个物流这样一个核心的突破。国发二号文件赋予我们开放高地啊，就是怎么样把东部的外贸向西部的转移，它往东盟走，那它现在吸引到贵州来，要积极的去承接这样的转移的机会。你生产出的商品一定能够通过全球的交换去卖出去。谢谢。立足国际视野，用好两个市场，站在全国看贵州，站在世界看贵州。我们要形成留学的品牌，国际性的服务品牌，高质量的产品和高质量的服务，创新引领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国际国内市场，更好的体制机制创新。一个是培养人，而一个是用好人的机制，在建设品牌强省当中迈出坚实的步伐。论道品牌强省，开创新未来，精彩仍将继续。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新时代推进品牌建设的指导意见，到2035年，我国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要有一批质量卓越、优势明显、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给予强大支撑，中国品牌综合实力进入品牌强国前列。在此背景下，贵州省印发了2023年深化质量强省建设、提高质量和品牌发展水平工作要点，从产品、工程、服务、品牌以及产业基础等5个方面进行部署。贵州如何发挥优势，培育出一批在国内和国际上走得出、立得住、
笑得响的品牌企业和产品，如何以开放的思维、国际的视野进行创新，建设品牌强省，开创新未来。我们该如何在推进品牌建设当中去找好它的着力点呢？其实今天我们讨论品牌，品牌背后它是经济，是文化，我们练好内功了，这个好的背后是五层品质。第一个，贵州就是环境的品质，我们贵州是一个生态的地方，真的。第二个是我们安全的品质，第三个是我们的实用品质，第四个是我们的感官品质，第五个是我们的理化品质。就我真正把我们的这个五个层面的品质给推出去。第二个呢，就是对外我们怎么做呢？我认为就是说，站在全国看贵州，站在世界看贵州，就是两个规范，三个标准。那么一个规范呢，就是符合市场的规范，国内国际的规范。第二个呢，就是符合相关的法律的规范。三个标准，一个标准是管理标准，一个标准是服务标准，一个标准是技术标准。谢谢。如果说你的品牌要做到，你的行业要做到，一个是培养人，而一个是用好人的机制。刚才你说出口的问题，这些企业做企业的连出柜都出不了，他自人都出不了，他产品怎么能够出去？我觉得还是给大家提几点建议。第一个呢，还是眼光的问题，不要总是觉得还是我们在这个贵州这样一个辖区范围去考虑。我们要形成流血的品牌，比如说我们的医疗，我们面向东盟，可以让更多的东盟到内地来进行休养，国际性的服务品牌。所以我们现在提出打造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第二个呢，注重新的模式，尤其是电子商务，大家要关注跨境电商这样的新业态的发展，包括抖音直播、垂直电商、电子商务带来的商机。第三个，要更加的创新的去进行供给。那么归根到底，这样一些消费提升以后，我们整个产品体系，尤其是选品体系结合起来，还可能共同去塑造。谢谢。就今天大家对于这个把贵州打造这个品牌强省做了很好的讨论，我想有那么几条。第一条就是一定要加强企业的品质意识，就是说任何一个品牌的基础就是高质量的产品或高质量的服务。第二条，我们要在我们贵州具有相对优势的一些领域里面重点打造品牌，一个是我们传统的什么酒啊、茶叶 啊这样一些领域。第二就是在我们贵州一些独特的地理优势的这样一些产量少但是质量高的农产品当中打造出一批品牌出来。我们另外一个相对优势就是我们的旅游，我们要在旅游的行业里面打造出一批真正的具有品牌价值的旅游产品。所以就是第二，就是要在自己具有相对领域优势的领域里面打造品牌，重点打造品牌。第三点，我觉得就是要政府出台一些好的政策，营造好的环境，比如说严格的保护知识产权，包括保护地理标识产品。第四，能不能有很好的营销推广宣传的手段，刚才张总讲到的军品会，另外就是马厅长讲的建立食品店，在全国各地推广贵州的消息。总之我们要想出一批好的这个，推广宣传营销的手段。我想有这四条，我想我们在建设品牌强省当中可能会迈出坚实的步伐，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还是大有可为的。好，谢谢。好的，品牌强省，开创新未来。今天的高峰论坛到这儿就结束了，再次用掌声感谢朋友们、来宾们，再见。